做了，这是第三集的讲座啊，非常感谢你，和大家分享。Sally 呢是非常一个传奇的一个人物啊，她今年哈，就是到今年为止，她来美国才15年，她当时在中国呢只读了4年的小学，都没读完，然后中学也没读，15岁随她的父母移民到美国，直接就进了高一，对吧？高高二，一下半年，对。高一下半学期，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在一个对英文也是一个陌生的语言的环境中，他不但顺利的完成了他中学的功课，考上了圣何西州立大学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然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由于他呢有特别独特的自己的思想，所以呢他去了公司做了几年以后，他发现他渴望的是一个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呢，他就去办了两所老人院，对吧？两所老人院开创了两所老人院和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中医诊所，还做了一些房地产的投资，做一些 Airbnb 的那个生意。所以他说，就在短短的这几年，他能够这么成功的成为一个女性的那个创业人吧。就是企业家是非常神奇的啊！最重要的是，在他人生在走上高峰的时候呢，他决定去哈佛大学哈佛的商学院学习深造。当然这个不是说去就去，哈佛大学要求非常的高，他也以非常顺利的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商学院，所以 next few months 他就要走了，所以我得抓紧这个时间去开发一下他。为什么呀？这么短的时间里有如此的成功，实现了基本上是美国梦想的极致吧。然后我们这里我们这第三期吧，因为他的成功跟他的思维方式和做人做事行动啊，这个个人的素质啊，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第三期就开始讲一讲金钱的价值观。想知道一下那个，Sally 是怎么样子看待金钱的？嗨，你好，Vivian，对，谢谢谢谢，我每次听你介绍我的心都一惊一乍的，因为说的太好了，实在说的我太好了，我觉得没有这么好，怎么说呢？就是持续的去努力吧，向不同的人身上去学习，然后很开心在这边继续和大家分享。非常棒，因为你确实值得。值得我的赞美，不是天天赞美所有的人，但是在我眼里你是非常成功，而且非常有独特，主要是有独特的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我非常欣赏。我现在就开始问你第一个问题啊，好的，你觉得你的对金钱的观念是不是跟你从小生长的环境从小的家庭背景？和家庭的就是物质条件，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首先家庭背景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影响我，尤其对金钱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虽然我出生在天津，天津是个很大的城市，但其实，一些老的天津人嘛，其实那个物质条件是不是非常好的，像我小的时候就生在一个平房里，就是我们英文说叫 studio，它 studio 甚至里面没有卫生间。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要摸黑上厕所，要走很远很远，然后也还担心安全问题啊。当时就是，所以就小的时候也看到我爸妈妈他们为了钱去奔波，甚至在家庭里面因为一些钱的问题，进行一些争吵。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家里面也经历过这种，就是资源啊、金钱这些，因为这些东西然后弄得不开心，然后弄得生活比较窘迫，甚至没有一些选择。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影响我。然后我就知道，有钱非常非常重要，不是说特别有钱，就是说金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工具。然后从我后来的成长中，我也尽量的一开始前期吧，先去争取到，赚足够的钱去养活自己，然后再说其他的一些梦想吧。我听你妈妈说，你上大学的时候，你所有的学费都是自己赚的，你可以谈一下那个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些感受。
好的，我是刚上大一的时候，心里就跟别人有一些落差。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家是刚脱离低收入，刚刚脱离低收入，就我们家还没有钱。然后呢，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拿到政府的补助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最艰难的。然后我总感觉，不管是自己的学习成绩、语言，还有说，金钱条件方面，都跟别人相差非常远。然后弄得我稍微有点自卑，比如说人家想一块儿去吃饭啊，或者去喝奶茶，其实我也非常想参与，但是我真的没有钱。我当时记得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的口袋常年就是5块钱现金，那当然我银行卡里也没有什么钱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知道说我的目标就一定要赚钱。但是因为从小的话，虽然说家里没有钱，但是我爸妈教育我还是说要对别人好，就对别人不能抠，不能去占别人便宜，就这方面对钱来说我还是比较平衡吧。就是说我知道要赚钱，但是一定要赚这个挣入的钱，要努力去工作啊。一开始的话就是因为乒乓球，我也认识很多教授。当时没什么资源嘛，然后就觉得跟教授走得近一点，我肯定能学到东西，也不图什么。那我有的什么，我跟人怎么去交换人家对我的一些提拔和教导呢？那我就是花时间，跟人家去打打球啊，听人家就去学习，非常渴望学习。那么这个时候，其中一个教授就给了我一份在生物department 一份那个 IT 的。做 IT 修电脑的这些一个工作，我当时觉得，哎，我不懂啊，这个电脑。他说你肯定可以，然后我就去了。这其实是我第一份工作。那后来发现，这份工作嘛，那学到很多，但是这个钱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去教球。我打了比赛，然后别人说你来教我打球吧，1个小时给你30美金。然后从此我就开启了这个在硅谷收学生，然后赚点外快的这样一个。然后通过这个呢，我又找到了这个公司的实习，那个就是我毕业后来一直工作一个大的公司了。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这点钱还是不够支撑我，这个每天上学的这个路费啊，还有这个学费，当时也是非常昂贵的嘛。后来我又发现可以做一点小生意，然后这个做小生意来钱就挺快的。比如当时我做过2个东西，一个就是在eBay 上买旧的那个游戏机，然后我在 Craigslist 上卖。其实都是旧的东西，但是我通过不同的平台，然后因为我就发现有人就有特点，他从网上愿意买新的这种 devices 电子仪器、电器嘛，但是他不愿意在网上买旧的，因为他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就抓住了人这个心理，人家为什么愿意在 Quickly 上买旧的呢？因为他可以见面去测试这个东西。哎，我就抓住了这个心理，然后我就开始赚这个钱。当时卖一个的话就是，40美金吧，也不太占用我这个学习的时间。后来我又发现卖小狗比卖游戏机更加赚钱。我发现很多这个墨西哥家庭呢，生了好多小狗，他也不会去包装。那个狗可能市场值600、700美金，他只卖200美金，因为他也不会。怎么去营销它，把它弄干净点啊，或者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哪个平台去卖，然后我就开始卖这个小狗。我觉得卖小狗的话，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你没有爱心，拿小狗赚钱。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是创造了价值的，因为我把它从不好的家庭买过来，给它弄得非常干净。我以高价，市场价卖给了非常好的家庭。哎，我当时倒卖过50、60只狗，你看每一只狗差不多就是2、300美金。那这个当时我记得就是卖狗的话，每周能贩卖一只小狗去好的人家，然后能赚一个月能赚个1500到2000美金吧。那个时候我就再加上我教球的这些钱就够了，所以我非常有这个意识的，对。那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就觉得哈，我们其实，在那个你做生意哈，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能够说服自己说这件事情是对其他人也有利的。如果你只是觉得我赚钱，我赚了钱了啊，对其他人没有利，你是没有，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比较有同理心或者说有爱心的人是做不了那样的，长久做不了那样的生意的。所以我非常理解你说的这个小狗啊，你能够把它从一个不好的家庭能拯救的，然后放到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这个实际上你也是在做善事儿，而且我也知道你妈妈和我分享说你这你的你们家的狗，哎呀，好多次都要死要死，都把它救活过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在，有爱心的表现。对，我觉得赚钱就是一定是它产生的价值。比如说，我去 eBay 上买旧的这个电器，其实我是承担了风险了。那我买回来，我肯定是测试它好用了，我再往外卖。那我承担的风险是，可能100台机器里面有一台不好用，那这个就是这个我来担着吧，这个不好的后果。那其实我是承担了风险，然后产生了价值去赚这个钱，那这个就是商业嘛。我们 来说的话，如果说包括小狗也是，像我有的时候卖掉这个小狗，其实做这个事情教给了我很多这个做生意的一些原则，包括做人的一些原则。那有一些人买了小狗之后，转天他发现他照顾不了这个小狗，他要退货，我就给他退，因为我不是单纯的只为了赚钱，我一定是赚这个钱还能让人家非常开心，这个我心想，您做非常非常 top realtor 也是深有感受的吧？不能赚了钱让人觉得，哎，他骗了我，所以说一定是产生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学到了很多，包括东西的一些定价一定是有原则的，不能说人家这边出高价，你这边已经答应给人家，卖更高的价格，你就卖给人家，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一个信誉问题。所以说，除了这个赚钱，其实我是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对，我觉得你的悟性特别好啊，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承担风险啊、付出啊，这个，然后你的价值要体现在你的收入上面，所以呢，你能看到商机，而且你也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你能够做成事儿，我对你的评价啊，所以，对，然后呢，我知道就是说你可能。现在的收入啊，或者经济状况一定是比当初要好很多了。然后呢，你能不能讲一讲，就是说你对你的现在的状态和你对未来的状态，你有个什么想法？就是物质上和就金钱上。当然，当然，这个都是我经常每天去反思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生活的状态，也是比较舒适嘛，至少是能吃饱穿暖，有地方住。当时以前对比以前的话，那个时候没有安全感，包括我辞职之后出来创业做生意，我经常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哎呀，没有大公司的光环了，以前都是定点人家给我发工资。现在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但是我要养活我的团队，就是经常没有这种安全感。但是到了现在的话，因为我的收入可以来自不同的一个，来自不同的地方嘛，多线收入，我就会感觉有很多的安全感。包括有一些那个商业巨头，他们也是，哎，这个公司做好多的项目，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他才能互相担着嘛，这些项目，然后公司收入也比较有一定的安全感。比如现在的话，我就不会说是钱是最重要的了。我有了钱，就有了工具，那我就要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去实现自我。那比起以前的话，以前真的是好多人跟我说，你要你的生活要平衡。我相信很多移民呢，现在正在经历这个移民非常困难，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10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工作3份工作。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经历过这种的，那个时候，别人跟你说你要平衡，你会特别不理解他们，我都吃不上饭了，我怎么平衡啊？我没办法说，就休假出去玩不工作了，负担不起，cannot afford，对吧？那现在的话，我就尽量的去平衡，那个时候就是，唯利是图，但是不是不好的，做不好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赚钱，有钱了再说我要顾好自己的健康，再去追逐梦想。那确实，现在我发现我当时想的也确实是对的。包括我去申请哈佛商学院，那你说当然也是很努力，但是谁不努力呢？但是我也花了很多钱去请导师来帮我看我的简历啊，帮我梳理我的这个思维，那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状态就是有了这个工具，我想实现自我。对，然后对未来的话，那当然希望在实现自我，然后寻找更多快乐的这种道路上，自己能领悟到更多吧。
尤其现在我特别想改善senior care industry， 因为我做老人院，我想给全球老人带来一些变化，那真的希望自己能去实现这个梦想。对，我觉得讲太棒了，因为其实金钱哈，我知道很多人没钱就会说我不 care 钱，对吧？因为他没有。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实际上金钱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钱，你的生活就少了很多很多的选择，你就体验人生的那个可能性也少了很多。金钱是给我们 enrich our life， 当然这个是看你怎么用，用在什么方面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让我有了很多的能力，学会了很多的能力。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哪一天我的金钱在可能灾难，比如说到来的时候，或什么由于不可控制的事情，钱全部都没有了。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财富，因为通过赚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学到了，我有了底气，我知道主要我哪怕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还是从头再起，我还是会有钱，可能还是能赚回来，丰衣足食。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自信呢，就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其实很重要。我跟我女儿说，你现在去打工一个小时17块钱 minimum wage， 其实这个不重要，我可以付她一个小时30块钱，对不对？让她在家里打扫卫生，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需要她到社会上去跟陌生人打交道，人家对待她不礼貌，对待她刁难她，给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怎么处理。而且呢，就是他要去上班，他要早上要起来，晚上要回来，他要有一个自律，他早上得起得来，他还得精神抖擞的洗个澡要去上班，晚上呢天都黑了，别人都在那边去吧呀，去休息啊，去娱乐啊，他还得在上班关门，还得给店里关门。所以这个就是锻炼他有责任感，然后能够 control 自己的生活。然后他有一个他现在已经工作2年，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一个自信，就是说他这样的工作在这任何时候他都能胜任。然后因为胜任了这个工作，他去干别的工作都是大同小异的，他也能够胜任。所以呢就给他建立自信心，就是他会做事儿，他都会动脑子，他会处理问题，他会跟人打交道，这些都是财富。这些财富呢肯定是不会在银行的账上显示，但是这是你的底气，你任何时候想让这个财富变成金钱，它就可以变成金钱。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当时到美国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打工，就是在餐馆打工。然后呢我因为当时是在国内是进出口公司嘛，然后收入也很好，然后都是吃宴会呀，然后都有人 serve 你，然后后来到美国来自己跑去要求去打工，也不是没有，我实际上当时还是那个全额奖学金，我也有钱了，但是呢到美国来一看这个钱怎么挺好赚的，也挺多的，你说你不赚太可惜了。然后也是个锻炼自己，我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白痴，因为我们在国内自以为自己都懂很多，然后也是知识分子啊，然后国内的那种生活方式啊，什么用的那个术语啊什么都懂，但你到美国来，你到高级餐馆去打工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从另外一个星球过来的，啥都不懂，就还不如人家小朋友呢。所以呢是一个学习过程。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从打工一直到工作到现在一路走过来，我觉得真的赚钱的 motivation 这个最原始的动力还是要有，心里面还是要有，因为有了这个动力你才能够丰富你才能够给自己装备很多的武器，让你自己有很多的技能，然后你在面对将来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时候你有更多的选择。所以经济基础还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我非常非常有深刻体会。那个我当然今天是你讲不是我讲，所以我只是跟你讲讲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那个打工的经验啊。那个另外呢就是说你觉得金钱是衡量你成功的标准吗？还是你有别的标准？
我觉得肯定不是衡量成功的这个标准，但是呢，我一般会把它分类。比如说，我如果投资这个房子，它是不是盈利？我怎么去衡量这个投资它成功了，就说明它是盈利的。如果我们没有回报的一个投资，那就属于公益了。这个公益，你做公益，这个钱赔了还不知道给谁，都没有产生价值，伤害的就是自己，伤害自己的这个投资。所以说，如果我在讲这个房子投资的时候，那我就只讲这个回报，我们只讲钱。如果说我们做一个生意的话，我们会看这个商业的价值，包括去工作也是，你为公司付出了多少，你赚了多少钱。那你再跳槽的话，那肯定也是说。如果你还缺钱的话，对不对？分两，你如果缺钱，那你肯定跳槽的话，你肯定想我有没有赚更多钱？那这个是一个衡量成功的一个标准嘛？跳槽，除非说你是不缺钱了，只是为了创造这种价值。所以说我会把它分类讨论。但是说你说如果人生衡量，金钱是不是衡量标准？那对于人生来肯定不是，因为人生的话，它有非常非常多。你如果只有钱的话，钱我觉得是能买到一定的这种快乐的，也能买到一定的健康。就很多人不理解，他说，好多人讨论他就是混淆概念，说不是黑就是白。比如说，他就说，哦，你要少赚钱，你要多注意健康，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两码事的，不是说我多赚钱我就要损害健康。那你要看你做什么，怎么去赚钱。如果你一天工作20个小时，那肯定是损害健康的。所以我会分开讨论，我不会就是非常笼统的去判断。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不太理解我，因为我有一个投资的这个群嘛，那我经常在里面说哦，这个怎么赚，买什么股票赚钱，然后投资去赚钱，然后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呀，你这人就是只知道钱。对呀，我谈投资，那我就只谈钱啊，我不可能去谈这个城市的规划吧，这个也不是我来管的。就是好多人可能把这个国家大事儿套在非常小的一个事情去，个人的一个行为去判断，我觉得是不标准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可能他赚钱非常难，但是呢，他没有找对一个途径，然后他就跟别人说钱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听别人的意见呢，也要分情况去谈。就大家他可能阐述的一些想法和理论，跟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就大家可以多听意见，但是呢，也不要就是太 take it by the heart，要分析这个情况。然后我特别想接着您刚才说的，就是接着您刚才说的，就是再说一下，像我大学的时候，我除了上学，我还教球，然后还卖东西赚钱。然后很多人其实跟我爸妈说：“哎呀，Sally 这样不好，会耽误学习。”就是这个也是特别骗您，因为后来到人生的话，做生意包括工作，我就知道了，人生不光是黑和白。比如说我如果做老板，我拿到2份简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好，这个人就不好，那我太好选了。但是人生，我觉得80%甚至多于80%情况下，这两个人都差不多。那你作为一个老板的话，你怎么去选？可能我看，哎，这个人这两个人条件工作条件差不多，但是这个人可能会打篮球，哎，这个人还会唱歌，那我雇他来说，我有更多的对公司有更多的一个好处，他能调节气氛。好多时候他是一个复合能力去选择，包括你到市场上去竞争，你做商业或者说做去寻求一些机会吧。那别人考量你也是去复合考量。如果你只是会学习，如果你的生意只是这样，其他服务不好的话，那在社会中是没有办法竞争的，那同样也赚不到这个钱。对，那回到我们成功的标准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对于人生来说也是一个复合的去评判吧。但是如果说咱们说投资赚钱，那我们就只讨论钱，就是这是我的理解。对，我想起那个，我觉得你讲的是很符合我的想法 too，就是说，我想起那个，我那时候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哈，你想在中国那时候也不兴打工啊，也不兴那个去，就是我们是学研究生院嘛，就社中国社科学院讲，社会科学院更是了，都是研究理高论层层。次的理论上的东西。但是呢，我呢当时就是上了3年研究生吧，我基本上3年都在打工。
我第一，我教了一个荷兰，就是 Holland，就是一个记者，他是唯一的荷兰驻中国的人民日报的中国，他荷兰人民日报啊，他不是中国的人民日报，荷兰人民日报的记者。所以呢，我跟他关系特别好，每个星期给他上一次中文课，然后呢，当然我就是他一小时付我一块美金，当时是10块人民币，也蛮多的，一个小时那时候啊。然后呢，我又去我们研究生院教英文，教英文，就是给博士生教英文，也是有收入的。然后我们读研究生本身就是带工资，然后呢，我还给一个公司呢做那个翻译，就是美国 American Express 在驻中国吧，他们经常有外宾来啊，然后我就陪他们做就是商务谈判的翻译。然后呢，我还做笔头翻译、科技翻译。我就很忙啊，忙着赚钱，然后这个赚钱的过程，后来我们这个研究生院，你知道最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包括我到美国后来读书的那个奖学金，都是因为我这个荷兰朋友，他把我的简历，他在那个China Daily，当时是个英文报纸，看到有一份工作，就是招人，他告诉我的。然后呢，也是他帮我接电话，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手机，也供那个学校的电话容易 miss 掉嘛，所以我就把我简历上的电话都写成他的电话，所以他住在酒店嘛，所以他就可以帮我接我的电话。就因为这个 connection，所以我后来就到美国来读书。所以呢，而且呢，因为我当时跟 American Express 也做，就是做翻译，那他们后来要找我去做他们的驻中国代理。我当然没去了，因为我要去美国读书了。就是我的路子走得非常的开，是因为我一直在，哎，有什么机会，有什么工作，我都会去做。我也不是说闲人，人家给我多少钱就多少钱，我也不太在乎说啊，钱少了我就不做，钱多我才做。我不是的，我觉得，哎呦，这事儿没做过，能够认识个新的人，能够去翻译一点科技方面的东西，我没翻译过，我觉得翻译翻译可能提高一下对科技的词汇量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多人生很多东西啊，实际上都是连在一块，就是 all the dots connect。就像 Steve Jobs 说的，当你做一件事情，你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件事情的好的，因为只要你做了，它就会有一些好的结果。所以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哎，你做那件事情，然后都互相都连起来了。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就是钱是固然特别重要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钱不重要，他嘴上这么说，但是那个实际行动，呵呵，还是体现钱比较重要，但是不要因为钱去，推掉一些机会，就是一定要看长远，如果说你非常努力，然后你去发掘不同的机会，我可以非常肯定跟你说，你肯定能赚到钱。你如果不断的去努力，你心里有这个念想，说我要有钱，然后我要买自己的房子，但是呢，你不能做所有的决定的话，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对，所以说，比如说您找我来，我们做这个视频，那我也参与，什么我都参与。为什么？因为我可以通过这个可能会发现其他的一些机会，那个机会可能也不是会给你带来财富的，但是那个机会又引向别的机会。你甚至学到一些东西也会带来一些财富，包括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想出来创业或者怎么样，当你没有资金的时候，别人就说，哎呀，我没有资金。当你没有资金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你可以把你自己投进去。有些人问我，他说，哎呀，你做这个项目，你也不需要，可能不需要太多启动资金，包括我当时卖小狗，或者说做到后面大一点开诊所，这些都不需要启动资金。但是它是有一定的管理技术，然后还有一些你必须有一些 connection，你才能做起来的。那我就跟别人说。别人就问我，他说：“哎，你看我如果融个1000万美金，我做个项目，我做老板，你看那我这个姿态多好？你看你做这个项目，啊，那意思就是不高级呗。但是我说我没有钱啊，我把我自己投进去还不行吗？对吧？我亏了，我的时间也亏了呀，对不对？我也是一种投入，就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要投钱进去做这个项目。其次的话，就是你丰富了自己。”我们叫 social capital，就是你才能认识更多的人，因为你是有用的一个人。那你自己投入项目当中，你这个项目才是有真正的投入嘛？就是两种投入，大家一定要去丰富自己。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做视频哈，人家就有的时候我在过去的2年疫情当中做了将近100个视频，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我做的视频的内容是我喜欢做的，我探讨的问题是我感兴趣的，很多人就来说，哎呦，Vivian，你做这个可以在 YouTube 上赚钱，都把我笑死了。我说我做了两，我随便卖一栋房子，我可以 YouTube 做20年的回报率。我说这个跟这个。1分钱我到现在没有赚啊，因为这个不可，就说我这样做的这种方式方法是不可能赚钱的。但是为什么呢？我要做呢？因为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很多的反思，而且我自己的提高了我很多其他的技能，包括我找到有一些朋友是因为我的视频，哎，来陪我去打球也好，陪我像我现在跟你聊天，这个都是在。丰富我自己，也可能由于跟你聊天，或者是由于跟其他的人的通过 YouTube 或者通过做视频的接触，哎，我有了新的思想，我这个思想也可能变成财富哦。我可能改变我的思路以后呢，在我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可能我就找到其他的做生意的方式方法，可能更加的有效率。这个都是有很多 possibility，我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目的，我就觉得，当然你最初的初衷是要赚钱，但是你的，如果你太，就像我们做 agent 的，就是说你不能眼睛盯着 commission，你要有个 mission，你的心里要有一个使命感。我的使命感就是说我得把我的客人他的梦想，我帮他实现，他生活中有什么问题，我帮他解决，啊，这是我的梦想，这是他的梦想，然后我帮他实现。这个过程，哎，我的 commission 也拿了呀，我该赚的钱也赚了，因为我也做一些高科技的投资。这个高科技的投资就 IPO，也有 IPO 的了，也有那个被买的呀，所以我也赚钱。这些投资是因为我的客人希望跟我讲起他的在筹资，在做一些 startup 公司，问我要不要投资，那我就去投资，因为我相信我这个客人，我也想帮助他。那同时呢，我觉得他是非常可靠的。那我一般投资就是投可靠的人，而不是说，因为我对产品也没有特别的讲究嘛，我也不懂嘛，就是具体的。那我就是觉得，哎，这个客人如果我跟他打交道多年下来，我觉得他非常可靠，做事办事我能够信赖吧，那我就去投资他的公司，这个也是一个赚钱的方式。但是我是投完资以后，我是从来不想会不会成，因为这最后我就没有 control 了。我相信他，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完了，我投了就完了，我就这个钱也不是说我要吃饭的钱，就是多余的一些钱，我就去投一些。然后实在没了就算了，你钓鱼还得有鱼，还得有个买个鱼竿呐，还得搞个鱼饵啊，对不对？所以呢，也有可能回报率也很高，所以这个都是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你投资这家公司的一些。他的高技术你也可能去了解，他也那个投资 founders 也会来经常跟你讲，那你就对这个行业也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呢，你也对你其实就是学了很多新东西，也是一个交学费吧，也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是用金钱来衡，直接用金钱来衡量的。那个另外就是说，如果你非常的富有，大富婆啊，就是你已经成了世界首富。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没想过？哦，天呐，我觉得，我这个还真的是没有想过。我其实就是2年前嘛，因为现在我还很年轻。2年前我想法是我想早退休。哎，我觉得前面那个奋斗啊，工作太苦了。然后包括创业，因为我做了不同的项目，我真的是，做生意上还是真的是吃了很多苦。为什么吃了很多苦？也是因为，就像我说，我没有这么多启动资金，我一开始就跟那个空手套白狼一样，就是我把我自己投进去了，我的时间，我的这种坚持吧，也是很苦。当时就想着我要退休了，早退休赚点钱。后来现在我的想法就有变化了，哎，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从财富上，我可能可以早退休，但是我现在我又不想了，我可能就不想退休，因为我觉得我能做很多的事情，帮助别人，给别人带来变化。那这个其实也不只是一个做善事的嘛，等于是一个自我实现。
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说我特别有钱了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很多的公益，因为我觉得那样让我觉得the power of life, the power of me, 对不对？不是那种用权力去欺负别人，但是用我的能力来去改善别人。包括我做老人院，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我带领团队，我把这一切都变得可能了，我把这个家属们安抚他们，然后包括陪老人，我的团队陪老人走到最后，这些都是已经超出了这个钱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也要去商学院，因为我看到了这个老年行业里面一些问题是我超出了，已经超出了个人了。已经超出我自己的这种利益了，我能解决的话，我能赚来很多钱，就是已经超出了这种想法了。就我真的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善别人的一些生活，我会觉得非常的自豪，我会觉得我的人生过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我现在看到很多老人，就是经常看到他们去世，我突然发现有一天我也会去世，因为我们年轻人就不会想到这些，不会 realize 我们也会变老，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说这让我更加珍惜生命，珍惜生命不是说就躺着什么都不做，就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丰富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一生。对，哎呀，太美好了。这个整个就像一个 butterfly 一样的，我虽然一开始是用 butterfly 这个作为我们的背景啊，后来我发现还真是对的，因为你就是从一个 cocoon, 然后这就飞出一个美丽的生命，然后你现在就是越变越美丽，因为这个当你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的时候，你其实你的心呐、各方面你都会很平静的，因为你没有利欲熏心，你没有被这种物质的东西捆绑。而只是你想追求更加高尚一点的东西，这个也是个次，就是说，如果人到了这个醒悟过程，为什么 interview 你？我觉得你就是个醒悟的一个觉悟的女性，因为你一直在 wake up, 你一直从最我们最原始的就是温饱之温饱的追求，一直到慢慢慢慢实现你到最后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我们其实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追求的一个过程，一个自我成长、自我追求、自我实现，所以我，哎呀，特别感动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钱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会开一些这种讲座，跟大家分享我仅有的一些投资经历。来听我讲座的人很多都是，就是80后甚至90后，因为大家都开始有点钱了，开始投资嘛。我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我特别意识到，就是钱，尤其对年轻人特别重要。年轻人是这个世界的力量，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那当然说像前辈了，比如说我父母还有您啊，您是我们的这种灯，来给我们指明方向，然后我们通过借鉴你们的这个经验，把世界我们要做得更好一些。对，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年轻人特别重要。如果说年轻人整天都在为了吃喝发愁，这种没有这种衣食无忧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很难把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我经历过非常穷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我就是要，我甚至有几次是。有很多次就是高中时候就吃不饱，因为他低收入那个饭就是特别少，特别少。然后我就吃不饱。你想那个时候的话，我拿什么谈理想？我当时就想我要改善我自己的生活，因为当你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你才能去改善周围的人的生活。当你能改善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你才想会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社会。它是一点一点发展的。所以很多人，如果你没有顾好自己，你还没有赚到你需要的钱，你没有办法照顾好你的家人，你出来谈梦想，还要去谈一些国家大事，那这个是很空的，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可能就是在网上随便说一说。但是，所以这为什么我也想让大家就是去投资，去多元自己的一个收入，那这样你做你本职，哪怕你去打工，哪怕你是做生意的，你才能更专注的去创造价值，而不是唯利是图。只有我们
有钱了，就是不挨饿了，我们才能尽可能的不唯利是图。然后包括现在我做老人院的话，我做一些决策。不只是钱的，可能有一些我接进来一些老人，他已经是临死的。尤其最近嘛，很多老人院都关门了，或者说干不下去，或者他不收新的客户，为什么？因为招不到人，staff shortage，对不对？大辞职潮。那这个时候，这些老人，尤其临死的那个阶段，没有老人院愿意收他们，因为收进来很多的工作，他可能待着一周两周他就去世了，然后你还要收尾他去世之后的工作。然后可能还要担心家属经常来看你，控制这个疫情，所以这个生命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我会收这种老人，我会考虑到，哎，如果说我的运营哪怕说不赚那么多钱，可以维持我员工的这种收入，我就会收进来，因为我有其他的收入来支撑。那当然说不是所有人能做到我这样的，但是如果越来越多人能顾好自己。我们才能照顾好更多周围的人，对，这是我的理念，所以我觉得钱，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同意，同意，同意。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突然间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因为我要是老了的话，我就知道去哪。我觉得你不需要我们的服务。不一定啊，我们家女儿不管我了，我就去找 Sally，反正她一定会收我的。但是话说回来，真的，如果有金钱的话，你可以维持自己健康的身体，你可以对，用到，就是说。能够过一个体面的生活，就是你到死到老，你都能够有一个 decent life 吧，然后也活得有尊严吧。这个金钱是可以给你这样的选择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谈话呢非常有意义啊。然后你基本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些这个赚钱的这个意见吧。很多年轻人，就是第一，一定要去，如果在你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一定要去丰富自己。网上有很多的课，包括 Stanford 有一些那个公开课，一定要去丰富自己，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学习不同的东西。因为当你没有资金去投入的话，你就是。最大的资金，你可以把自己投入进去，产生一些回报，甚至去赚钱，去build up 这些团队。所以一定要投资自己，不一定是钱，你要花时间去学习。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如何去改善生活，赚更多的钱呢？你一定要去观察，很多时候，你遇到的一些生活的困难，可能别人也会遇到。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能能找到一些商机，你一定要特别善于去观察。那么这个也跟第一点相关吧，你要体会不同的东西，那你才有东西给你去观察。比如说最近我去的那个商学院，就是宿舍也很紧张啊，很多那商学院啊很紧张，好多人就拿了好多宿舍的名额，然后拿出来卖给同学。商机又来了，比如大就是那个研究生第一年的。朋友，他就遇到了这个困难了。他说：“哎，那新来的学生也会遇到这个抢不到宿舍的，那这就是一个商机。那他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提前去抢，抢到了手里有一堆就可以卖给一年级的人。所以说，很多那个商机都是你遇到的困难，然后你如果能想办法，你遇到的困难，那是不是别人也会遇到？如果说你能去解决，那这个就是一个商机。你产生了价值，你就值得去赚这份钱。”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这个钱的话，你现在要赚，但是呢，你眼光也要放长远。你不要说今天我一天赚100块钱，你整天就盯着这一百，盯着这一百，你还要往长远去看。我要赚的更多，我要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去帮助更多的人，我就能赚到。它是一个正向的嘛，它是一个正向，你做的更多就会赚到更多的钱。所以说你这样看的话，你就。可以尽量避免做一个唯利是图的人。然后第四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擅长花钱，你一定要擅长花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现在投资房子，我也投资，多过一个了吧？那我投资了好几个，那我没有时间自己去管，我一定要让利，给别人，我给钱给管理公司，我一点不心疼这个钱。我这个钱花出去，我才有时间去创造，我去投资更多的，做更多的事情，那从而我能赚到更多的钱。一定要学会
花钱，然后你要还有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时间也是钱，所以说你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做不同的这个项目，因为当时我是觉得我的时间也是钱，如果我做一个项目我把我自己时间全搭进去了，我没有能力去，我没有想法去组建团队，组建一个可自己运营的一个系统，那这个跟我打工有什么区别？等于我在卖我的时间。所以说你要有个思维，就是说你的时间也非常重要，你花钱可能让更擅长的人去做，你赚的哪怕盈利稍微小一点，但是你可以做不同的东西，你这些积累起来你的收入就会更高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赚了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然后同时一定要不要止步于此，因为你可以发更多的热量去帮助世界上更多的人。对，非常棒，我那个我也受益了。我不是我 100% 的就是 echo 啊你的那个想法，因为我有的时候那孩子们就是新一代，他们没有吃过苦，他们没有这个 drive 去赚钱，但是呢他们有 drive 去贡献，然后有 drive 去为人类服务。我经常稍微泼点冷水，我就说你要有自身要有价值，你才能够给社会带来价值。你说你自身 depression， 你自身贫困潦倒，你自身连个衣服都没有，你拿什么去帮助没有衣服的人？你自己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个金钱不是完全成功的表现，但是它是你本身你的能量。能量在一个我自己总结啊，就是说这个物质和财富啊，在一个公平竞争和自由的土地上，这是我 Vivian 的原话，是能量。能量是什么呢？聪明才智、勤奋和努力的综合素质转换的表现。我这个总结的可以吧？非常好。这个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的土地上，在不是公平竞争的土地上就不行。你比如到中国去你肯定不行，这话不能在这录，到时候得 cut 掉。对，那公平竞争的，所以在美国这个土地上你是可以的。另外就是最后的结束啊，你讲了五点，我觉得每一样我都非常赞成。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能盯着钱，我们要有自己的梦想。当你去 chase 你的 dream 的时候，比如说 Steve Jobs 啊Bill Gates 啊，他们都是有梦想的人。当他追求梦想的时候，这个金钱财富就会随之而来，因为他的动机不只是为我而赚钱，他是要去实现他的梦想，然后要把这样的一个不可知的东西变成可知的，不可行的变成可行的，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时候，他整个最后变成物质的东西，他就是物质，金钱也是物质的表现，所以他一定是会出现的，这个钱都会有的，牛奶面包都会有的。然后呢，当然金钱也就代表着自由，因为当你有了足够的金钱的时候，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善，你要行善也可以，你行恶也可以，你也可以做你自己所有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去享受生活，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你也可以去回馈你的父母啊。像我就一直想着要回去带我妈去做一趟豪华的最最豪华的火车之旅，他94岁了，就特别想跟他在火车上待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是我们俩让他体验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物质的东西，然后我也可以跟他有精神的对话，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梦想之一。那我想你也可以带你妈妈爸爸去住 Ritz-Carlton 啊， Four Seasons 啊，然后让他们去尽情的享受他们从来没有想梦想也没有做梦也没有享受过的一些豪华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不是沉湎于它，我们是去体验。嗯，我们是去体验。所以我经常偶尔会带我女儿去住一家1000块钱一个晚上，然后我带她去吃个500块钱的一个晚餐的，因为对她来我要让她开阔眼界，让她知道什么是豪华的生活。那我她也去打，她就想算她的钱，打工打了3个月还没有500块钱，她就知道她这辈子不能只打这个小工，你知道吗？他要想办法赚大钱，他不能消耗他的体力来赚钱，他要用脑力来赚钱。所以呢，我要让他看到很豪华的生活，他才能够有一个渴望，有梦想了。嗯，这个是我经常带他做的事。
所以最后一个，还有你知道那个马克吐温呐，有一句名言啊，很有名，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说 "The lack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evil"，实际上他想的是没钱才是罪恶的根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也是可以这么说吧哈。比如说 "Money didn't grow up on the tree" 吧，我们经常开玩笑。But if money does not grow on the tree, how come the bank has all the branches？这也有道理，大概就是今天就是这样子。你还有什么精彩分享？还有什么金句可以跟分享的？就是赚钱，躺平是很难赚钱的。躺平那样赚钱是有大量的资金，然后你也是有前期的一些积累，有特别好的一个投资机会，那就买比特币，很多人都富有起来。但是那种就是有点像买彩票一样赚，一般人是赚不到的。所以说，赚钱的话，一定是你只要是赚正路的钱，它一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然后呢，也是要一定要去付出的，要不就是风险，要不然。又有风险，可能要付出很多，所以说在你评估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啊，或者投资要不要去投的话，你做一定的评估，我是鼓励大家要承担一些风险，你才能去赚到钱。很多人说我又不想付出，我又不想承担风险，但是我还想赚钱。如果你知道怎么这样可以赚到钱，请你来告诉我，我也想。我也想啊，请告诉我，这个年龄了，我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成功的例子。对对对，那真的是买彩票一样的了，所以说这个也想分享给大家吧，你要认清楚这个事情。对，我跟你说哈，买彩票这事儿也是很逗，因为我看了很多，我看过这个买彩票最后人的结局啊，就是说确实有人一下子爆发，一夜暴发户啊，就中了几百个 million。但是你知道吗？Over the time，这些钱最后都没有了，很少，很对。少有那种不是靠自己赚钱的过程积累的那种积累来的财富，最后还能留得住的。对，很多，包括赌博，就他们去拉斯维加斯，一下子赌了很多钱，最后不到几年，全都消耗完了，然后连自己的生命都带上了，连自己的家庭都没有了。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财富，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金钱，它是一个跟你的能力锻炼你的能力，你怎么样管理自己，管理资产，这个是很大的关系。你要是没有能力去 control 这个 money，去 manage 这个 money 是不会在的。就是你天上对，掉了一大堆钱了，最后你也是 hold 不住的。对对对，你就被钱控制住了，对，钱对，控制钱最后就 destroy 你了，有可能对，就 destroy 你了。对，就是对，谢谢谢谢，我们要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金钱观，是的，清楚。所以我今天跟你讨论这个以后，我们俩基本上是在一致的，在一致上面。包括金钱观。太好了。但是我比你要比较，可能因为你还年轻嘛，我比你要会花钱。我觉得我比你要会花钱，是因为可能你还是受制于。